我有重要的事要说。好，请说。于探长，怎么还叫我于探长？那我叫你什么？叫我执行吧。 你别这样，你不想要孩子了，已经2个多月了。混蛋！我真是混蛋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快帮我想想办法，怎么救梦琪姐吧，好吗？你是说刘梦琪？我对不起梦琪姐。如果不是我，她不会被舅舅抓走的。我知道我这样会背叛舅舅。 背叛国家，可是如果我不这么做，我良心不安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海洋，不好了！日本人把龙先生和柳小姐给押走了。慢慢说，怎么回事？这具体内幕我们也不清楚，就看见一伙日本人把两个戴着黑色头套的人给押上了车。 我们判断，这就应该是龙先生和柳小姐。要押到哪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是凌峰他们在跟着呢。我这不就及时赶回来告诉你。看来只能半路想办法了。慢着，那是秋野的圈套。江老弟，我特地过来帮你的。我于志兴、车梦你打酒才活了下来。我说过，一定不会让日本人好过，尤其是秋野那个王八蛋。 这件事儿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也不想瞒你了，是由美告诉我的。刘梦琪和龙小叶现在仍在秋野的伤房内。啊，这不可能！我亲眼看见两个人被压上了车，他们怎么可能还在伤房里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，我宁愿更相信由美的情况，毕竟眼见不一定为实啊。是什么时候从由美那儿得到的情报？方大哥。 道总，此路无法通行。马上修路，立即警戒。立即警戒，马上修路。嘿，嘿。
我在这守着，你先回去报信。那你依然小心点。大哥，要是这样的话，咱们得在陆修好之前救人啊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哎，二哥，二哥，哎，啊，别客气了，情况你都知道了。那我知道了。啊，押解的车到哪儿了？他们在宋家浜那一带停下来，路不太好走，正在修路。修路？啊，咱不能再犹豫了，得抓紧时间去救人，再晚了人就被转移了。哎，不行，这应该是个圈套。啊，圈套。 宋家浜の方の準備はどうなっている？あなたの計画通り、すでに道を破壊しました。車が来ても住むことはできないでしょう。我が兵も待ち伏せをさせました。ソーチャンドゥイと共産党の者が奪いに来れば、その時に我らで奴を皆殺しにしましょう。よし、よくやった。种种迹象表明，这应该是个圈套。 龙先生和孟琪应该还在山行，二哥，你这也是推测吧？再说了，这于志新跟尤美也不是啥好东西啊，他们的话能信吧？那这样吧，找几个兄弟去宋家浜一带看一看，就知道了。我亲自去。那大哥，你们小心，我去见见洪队长。哎呀，你确定龙先生和柳梦琪还在大悦山行？按我刚才说的情况，可以确定，不过守城队人手有限。 最好是集中力量突袭山壕救人。那我的人就将计就计，去宋家浜迷惑求援。这样也好，但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放心。回首，情况怎么样？ 三天没回来呢，还没回来呢。哎，二哥，怎么样？宋家浜一带没什么异常，但是小日本的兵力可不少啊。从这点上看，我觉得龙先生跟柳梦琪肯定在那儿，要不然秋野干嘛派那么多兵啊？那就更没有问题了。现在没有时间争辩了，我现在可以确定龙先生和梦琪就关在山行里边。 事关他们的生死还有守枪队的安危，我知道这个选择的分量性。出了错，我担。二哥，老三，别打断。二，你接着说。这是秋野山行的兵力图，来看一下。龙先生就被关在地下室，这是入口。この目でユジシンがドア開け、ともみさんが入り、何か話していたのを見ました。よし、わかった。 何を考えているんだ？私は2日後に日本に帰ります。一つ教えよう。ユジシンは死んでいない。彼がどうなっていようと関係ありません。付きまとってこなかったか？いえ。 Thank you.
帰りなさい。手配しよう。安心しろ。兄弟们，准备行动。好。鞠躬。奴ら思惑通りです。帝国の海軍陸戦隊が奴らと戦闘中です。おそらく近いうちに奴らは全員始末されるでしょう。屈辱が晴らせたな。哥，听这枪声是从宋家帮那边传过来的，估计红队长他们已经开打了。咱们也动手。跟着我。好。槙野さん、商店が襲われました。人も多く火力も強いです。撤退してください。一体何者だ。おそらく小ちゃんといです。行くぞ。
边就是通往地下室的入口。老三，负责掩护，你们跟我救人。好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孟琪姐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龙先生呢？他在那边。走。梦琪，接到报案，大冶商行发生枪击，商行遭到袭击。海洋，跟我说实话，这件事儿是不是你们干的？是我们干的。秋野抓了我的朋友，我们也是逼不得已。好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那你自己酌情处理吧。等他们到时候打个七七八八的，你再带人过去，捡现成的就可以了。我知道了。啊，等等，这个秋野的事儿，我得告诉你。
这个大主董事的能力可不小，他已经搞定了总务处，秋野这个混蛋，现在没事了。现在看来，日本人在租界的势力可非同一般，所以记住，以后再跟他们打交道，必须要谨慎。还要明白。 兄弟，我接到报案，说你们这儿发生枪案，我是来侦查现场的。哥几个就别站着了，进去吧。你没看见守枪队刚从这儿跑过去？你这是包庇他们逃跑！守枪队，你看见了吗？没有。你看见了吗？没有。没有啊？没守枪队啊？回去吧。 怎么？你们想暴力抗法吗？让开！哎，你们慢点！人口，人口，人口，人口！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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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件事情咱们没有完，你必须得负责任。责任不得擅自出入，等候接受询问。抗议！我严正抗议。秋野先生，请不要妨碍公务。江探长，你们巡捕房身负维护租界社会治安的重责，上海遭到了暴力袭击，你们不去抓捕暴徒，反而限制我们日本侨民的自由，请问成何道理？ 秋野先生，你说的没错，巡捕房确实肩负着维护租界的重责，所以像这样重要的案件，尤为得慎重。侦查现场不放掉任何一个线索，这样才能尽早的破案。如果因为我们的疏漏而丢掉了破案的关键证据，秋野先生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强词夺理。秋野先生。 你的那些人可都有重武器啊！我看不像是普通的侨民吧？对不住了，兄弟职责所在，必须公事公办，请自重。你，告诉江海洋，这件事情必须得由你负责。你们几个四处找找，看有没有什么物证。是，好。拖住他们，我得赶紧走。 孩子。
Thank you.
バカ、バカ、お前は本当にバカ者か。はい。多くの帝国軍人を使い、ショーチャンドゥイ一つと戦い、戦いに敗れて収穫もない。さらに商店も襲われて人も奪われた。無能でした。死をもって詫びます。バカ。はい。まだ食材をする時ではないのだ。大日本帝国は間もなく侵略戦争を始める。中国の参戦はもうすぐ我ら大日本帝国のものだ。お前は身をもって食材をしろ。帝国のために。おかげで目が覚めました。お恥ずかしいです。帝国のために尽力します。よし、私は別件がある。今日はよく覚えておけよ。お気をつけて。莫七姐，喝点水。莫七姐，这人死不能复生，你想开点。说，其实我觉得龙先生临走的时候能看到你跟二哥在一起，他挺满足的，也没遗憾了。孟琪姐，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的痛苦。当初我妹妹被日本人害死的时候，我就跟你一样。我当时就想，我也不活了，我跟她走了得了。可是后来我又想，我还得好好活，我还得替她报仇呢，对不对？
你们赶快回去看看梦琪姐吧，她一直在哭，也不吃饭，我怎么劝都没有用。快去吧。再怎么也要吃饭。我恨了他七年，他走的时候，连一句我原谅他的话都没听到。我特别的后悔，一直以来我都觉得他根本就不爱我们母女两个，直到我和他一起被秋月抓进去的时候，他是那样奋不顾身、不顾一切，甚至可以牺牲他自己的生命去救我。我之前对他那么无情，他走的时候那么不放心。我简直就是个混蛋，我永远都不能原谅我自己。不，临别的时候，他知道，他知道你已经原谅了他，而且为了不辜负他曾经对你的那些保护，你更要学会保护你。生在乱世，我们有理由学会坚强。